过来，我接啊，无。来过来。我第一件，一个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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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，我
这是大家公认的哦。你要一只鸡吗？来，三号给你个，收起，谢谢啊，帅哥。我把你注意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那买个几只啊？两只啊，两只啊。几只？两只啊？到早就。一百五呀。你处理一下就得了，就等我来找。你处理一下就好，最好一只两号。 来，谢谢帅哥，谢谢你哈，感谢没有。哎，最好这只马克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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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你哈，感
两包。刷烟肠，你真正过年过节你唔捌食过超好食烟肠啊？两包够买来无？老师要箱子，两包够买来无？要一个。两包够买来无？两包。拢有啊吼。不要箱子，我跟你讲。接你个道具。啊，飞机讲无个，讲无钱个。我来讲飞机，我搁画一架了，我搁来搁画我的房子单背啊。飞机过来，飞机先无啦。来飞机先无啦。米哥，等一下。米哥，等下，飞机先无。无爽快会当拖。啥物食飞机个？飞机画了换只只迄个罗永坚，罗永坚画了过来换单背吼。飞机头前啊。来飞机上吊个。还记啊？我来讲吼。我只只飞机哦，大只搁甜搁厚吧，啊搁无西药啊，水安那强拢无错哦，好夭寿哦！你捌看飞机只大只个无？捌看无？迄肉只高，我来讲只只你强水着安那强拢无错，是啊，咱只无西药啊，这只会甜，这会脆。今仔你要食飞机的人加3000-2000蚊，先加钱哦。外口差一半飞机仔鱼仔无？只只当差3半无？差4半就差，差5半就差，先加钱个1000了。来钱啦！有人要吃这大只的飞机无？1000。1000哦。1000差不多一千，一只飞机好啊。大只的啊，直接丢钱了，拢免再跑路啊。要炒要烘要卤，这青菜粒啊，这炸嘛好吃啊，大只的啊。这菜只是经挂四幺二的啊，我来讲。今仔你要吃飞机的啊，我讲给恁听。夭寿哦，这有人吃大只的咯。好，恁听我讲话就好啊。你今仔甲我买1000的人家，我直接搁送你，这大只我甲你看。你若说了有破，你其他用我啊。我刚才保证拢无破的啊，直接过来，直接过来，1000上面吃1000。来两下啊。干嘞啊！你有给钱给人客啊？我搁给钱啊你啊！我搁给钱啊！我正听我讲话了，直接过来，直接过来。金龙345的人客，你唔免搁考虑啊！大只啊！1000啊！1000啊！来两下啊！两下吧，暂时给我几个。来两下。干嘞啊！最后一礼拜啊，搁来咱见面之过年过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感谢恁大家的支持，真正谢谢，感谢你。这只是我的生意，叫起来。你今仔只要甲我买1000个，这普通只无可能安尼，过年搞。你今仔甲我买1000个人家，这只我三米数，今仔去领啊，这只够哩，这只够啦，最后一个1000个啦，大只。来，大只你家看，这大只你家看，看这个。1000，2000，超级。你讲我。3000，4000，来多来，我这边啊。来3000啊，多啊，注意了，快些呀。1000，大只啊。来3000，4000。1000来哦，3000啊，快些呀，快些呀，好，快些。先挂起来啊！家里遐别你无上班，哎，来弄弄，1000个，四个啊！来飞机我飞啊！你看嘞，我再飞一个，弄我几个到用，飞机来到用。我提钱提了。好，再来我哩飞。好，来提钱的身体，四个才两分啊！刚飞出去就。你话讲你罗永基嘛准备个，罗永基，车顶存1000嘞，存1000，你莫看，我罗永基也拉啦，1000个几个，来1000咯，好嘞，我来讲，机啊弄掉，你处理，几只够哩，几只够哩，夭寿哦，愈来愈粗嘞，1000个几个，几只看这台飞机就甜无水无啦，来1000咯，最后再一个啊，1000六我啦，真个啦，这飞机你食着你学好啦，来这边提钱嘞，哎呀，你要买1000，呀，太贵哦，飞机都无啊。
存你钱了哦。好，对，要不要偷偷？我来讲哦，你无买人白买三只好无？啊，无买两只，就来差好无？四百咯。四百。无买买两只，怎么差好卖足低个？有啊吗？有啊。哦，有啊，来，我来，你放心。啊，你我来画你来鸡啊，来。鸡啊，啥物啊？鸡啊，鸡啊，鸡啊 ，OK 啊。我来讲鸡啊无啊，洛阳我单纯一手了。你们食这只洛阳啊，这拢阿妈都爱食，算老家白大只，拢大只。你看生活就知影，拢大只。这只同款免一千，这只同款免八百，起码鸡肉当贵，新价钱人家同款你久的，五百你绝对买无这大只鸡，三百五十块。来，三百五。三百五。两个。洛阳的黄金鸡这只上好吃啊。洛阳鸡这只上好吃啦。啥黄金两百五？三百五。鹿茸，鹿茸鸡啥黄？我想龙虾。给我收。有啊，这些龙虾汤啊。我冇买啊。啊，我想要买龙虾。这把干贝你怎啊化用炸药是无？啊，你一声啊，你劈过有无？腰椎卖二十几个，这啊，人卖阴空啊，阴空也是啊，一届卖啊卖二十几个，你去看怎啊样卖这啊？你阴空的人最上啊，就这条干贝足甜的啦，这条就是低人卖下的，这个大粒啊，这一包七八百块啊，两包才千二啊，你今日食干贝免千二啊？咱昨里边迄个阴空哦，卖到两百块，你今日食干贝上千块钱的生意，卖千多，千二卖哪？过年你顶下要大粒，你莫过去外口买细粒的哦，一千二。来千啊！来上面食干贝一千块啦。来千啊！你跑开上来吗？我开上来。一千块上面食干贝一千。来千啊！千啊！我来讲这包干贝你无买用，我真心的。你也要食套餐，你看你这次有冇看套餐只青的无？捌看目睭安尼无？冷冻的哦，冷冻比我讲比现捞啊青的啦。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手表。十个人计计钱，今日要食干贝一千块吗？来一千啊！一千块上面食钱，我来要食干贝无？七百块啦，七百块哩，七百块啦，紧好啊！过年过节一定要买我的干贝，当要吃。今日是全部招家，你是六个人计搞买，所有只要搞买一千个人计，七百块我送，七百块请你，三斤半的大坑干贝，三斤半，全部五个人计吃了啊！一千来哟！来一千啊！一千块上面食干贝。去加了八外块了，一千块少一个加钱啊，无一千。哎，一千咯。干贝，咱要加了无一千。五百，五百卖啥哩？这边卖五百，你讲你。还有四包。卖一千啊，变价啦。唔系，我买真济啊。你买真济啊？系啊。啊，这里位置来。田中。田中哦。买已经甜啊，我是讲哦爱干贝，好不好？田中敢不是高阳的隔壁啊？哎，差不多。田中会吃咧啊？田中我较唔知啊，歹势啊！田中我较唔知啊。好啦，阿姐我来讲吼，你卖买五百，为什么我甲你讲卖买五百吼？因为过年要到啊，过年要到啊吼。只要你今仔日卖甲我买五百一面啊，你听我讲哦，今仔日今日阿姐，你卖买五百，今仔日我予大家欢喜者。只要今仔日你甲我买干贝，全部死的，第五你卖加钱啊！卖个俾我爸，我讲啊，全部四爷咯，好嘛，一千好啦，两爷，两爷，一千啊，两爷，一千啊，你好意啊，发财送我一个吼，我今日上个礼拜买个爸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最后两个一千啊，来一千，来只，这鱼有一包哦，这鱼，这鱼，最后要两个一千，来一千咯，系，你坐，系，啥物代志？你看唔到，你看唔到。一千块够买来无？有啊，几人个啊？我来讲干贝，你无搞买两个，你搞买两包装一只。你搞买两包装一只，我这包干贝你要买四包了。小家庭，你搞买一千块，你买四包了。四包，来啊，四包来啊。干贝几块多个？四包。来四包。够两杯钱了无？四包，中底个啊。四包。有啊。有啊，恁五包了。我真困难，困难。好，我边一个啊，四包。好来，边来边来啥？你大姨讲咩？你是啥物？啊，你共款啦。帝王哥哥。粘土。粘土啦，粘土过去咯。来几个帝王哥哥？帝王。帝王哥哥。共款啦，共款两包。帝王哥哥，我三包来咯，三包。三包。来三包啊！这样退兵了，这样过年过节你买这个对哇，三包嘞。为啥呀？我来买只帝王蕨干嘛？我才要送你这个哩。
沙发上面写沙发，这个你，这个上你，这个你，沙发上面写这个你，上面这个了，这个了，这芋头上面，放，哎，上面写帝王蟹会放来无沙发？沙发，有啊吗？搁上面要一百两百的无？沙发，沙发了，搁上面沙发的无？沙发，沙发，恁当时坐坐起来，今天贵宾大家今麦过年过节嘛，都在这，都一百了了，够了。一百万，我见到一百万，到底一百两百了，没得无？来一百了，快起来啊！一百两百了，到底退兵了，弄起来，要几百？来一百，要几百？够要几百？够要一百两百无？拢有啊吗？一百两百拢有啊吗？帝王是白的，帝王无白啊！来，你来过来啊！你处理你个，来这个。看了没？吃沙茶羊肉，我这个连做还是我人连做成点的啊？连做上面去。连到你还要充钱，你莫买啊！来睇下其实那个，连到你要吃要充钱，你莫买啊！一个是 L 哦，大地哦，爱吃一千多，无吃也一千多，来钱了，一千块上面吃一千，来，钱了。刷鱼无，要吃鲑鱼无，鳕鱼鲑鱼，刚好要吃鳕鱼鲑鱼。来，这条过来，我来讲，这条过来，拢无吃的啦，这条过来啦，一个是 L， 你去菜市问看这是多少钱？这条过来，我来讲，我搁招一个吃两多，这条过来，这条过来。一千块上面只一千，一千啊！我哪里卖一千只只大地？我讲真，比菜只俗真济啊！你今仔买一千块人家，我只地块，我不爱个啰嗦，只地块来开盘拢你个，一千块拢。来，切一个啊！我看到，够两百只两块无？一千。一千啊！一千块买来无？两多。两多。收起，够两百两多个无？够人食袂了，你小家庭个五百嘛，无要紧。有两百买五百个无？没有吃都无饲个，五百两百也无五百。五百钱啊！来掏钱啊！五百够要食哦，两多无饲个。有啊，有就是啊。够两百买三百个无？我的希望啦，芋头晚上点的，芋头晚上加鸡也要爱。